家好，我们在大连一共是四天，在这四天里，首先说住，是孩子们住在爷爷奶奶家，我们老两口住的是亲家在玫瑰园大酒店给开的客房，房子干净宽敞，各种设施也都很好，酒店每天早上还有很丰盛的自助早餐。再来说说吃，平时我们出去玩的午餐和晚餐都是在酒店里吃的，也都是由亲家给安排的妥妥的，每一餐都是换着花样的，让我们吃到各种美食。直到我们回家的那一天，亲家还特地起了大早，老两口给我们包了饺子。如今回想起来在大连的日子，我心里总是充满了感激，感谢大哥大嫂，你们用朴实无华的行动和贴心的照顾，让我无论什么时候想起来都感到特别的温暖和幸福。